年的仙侠队，众仙侠。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观看。感谢首席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微博台网、微博综艺节目联合微博开启王牌定制锦囊，多种话题互动福利锦囊不定时派送，上微博参与节目讨论，解锁独家王牌锦囊福利，登录抖音搜索王牌对王牌，参与话题互动，看节目精彩内容。感谢蓝天下播网、中国蓝 TV 首席娱乐门户合作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娱乐、百家号、微视、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网、中国网、Zucker 天翼超高清 Instaly 副 TV 文件白日梦密云不止谈资高能一辈子高空一台遇见张小贤仙女卡卡克罗伊亚出发，金牌经纪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上 QQ 浏览器搜索王牌对王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关注王牌对王牌百家号，观看节目精彩内容。今天虽然所有人都扮上了古装，但是是这么多期我的服装最轻松的一期。我这见你要不要背一下呢？今天大家都是仙剑中的人物，程程这次是李逍遥啊，还用你说？你是逍遥的伴侣哈，九剑仙是李逍遥的师傅，学着点。他是我什么？巫后。妈妈。巫后。巫后是整个那个仙剑里法力最高的人，九剑仙对巫后还有一些爱慕之感。啊！呀，安杰怎么回事？闺女，闺女，长这么大的闺女，不能数。闺女，娘啊，你疯了？你能啥了？你这是？你娘的眼神不大好。你知道你娘为什么上台老是微醺了吧？该怎么去形容？因为你爹是旧剑仙。没喝酒。然后我们的唐玉小宝啊，只有我是唯一的一个外人。我们来到葛仙村哈，其实我们今天要寻找拜月的一个宗，因为拜月教主其实控制了五位中的一位。啊，他又盯着我四个眼睛，四双眼睛都盯着我。所以大家今天这一天就要找出谁被拜月教主控制了。我九剑仙堂堂正正。够了，灵儿只想知道今日的奖品是什么？唱戏。